小珍 A 码赴美放空，李静良风雨送行。你感情来到底，可比拄着风在天，心听着情雨水破袂。昨天狂风暴雨夜，雨暴疯狂啊！苹果直击小珍形单影只，哎呀，撑着破伞格外凄凉。他来到东区一家日本料理店，哎，什么风把他吹来的？答案是苏拉台风，哈哈，恰。东京爱情像风台，不是我草街道的海。这个人夫静良频传行为不良，使他和小珍陷入分居风暴。小珍也很妙啊，学习偶像团体单飞不解散。稍早时他说，其实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会比，就是大家反而会比较冷静。是有两个礼拜要见面。我跟 Emma 是啊，如果他有时间可以来的话，那当然 Emma 会很开心啊，对啊。啊，全部都连起来了，原来此道风雨飘摇是小珍一家绝笔啊，不是不是，是践行。哎，小珍女子当自强，吃完先冲出来牵车，小珍的爹地胡瓜和他的弟弟安安陆续冒出。哎，那他那个单飞不解散的良人李静良和爱女爱马人呢？静良也许对小珍无情，但对艾玛是真爱呀、啊。雨中抱起了女儿就去找他妈。哎呦，冲这么快是巴不得母女离开台湾吗？哎，来，乖，上车，一路顺风啊！什么，我也要上车？哦，好吧，得，一家三口都上了车，一路驶上高速公路朝桃园前进。当晚送妻小上了飞机，李静良再把车开回台北。他事后告诉苹果，我会永远等他们回来。但他在台北忙个几天，8月8日就要飞去会他们，在那说什么永远等他们回来，是在肉麻给谁听啊？苹果娱乐新闻，艾玛今年父亲节有父亲报道。